好，另外再看到县议员第五选区候选人周俊佑，青年魅力阿美动力再次恳请大家继续来支持，亲力亲为，踏实服务，不畏艰难，有力问政，是议会的新生代。他持续在第五选区扫街拜票，恳请族人能够继续支持他。九合一选举剩下最后三天，候选人纷纷把握最后的时间进行扫街拜票，恳请乡亲的支持。第五选区县议员候选人周俊佑表示，恳请大家支持他，让他能够在花莲县议会亲力亲为，踏实服务，不畏惧艰难，有力问政，让他继续在花莲县议会为族人服务。四号周俊佑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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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，你好，我是花莲县平地原住民第五选区议员候选人，登记四号周俊佑及吉浪阿鲁。感谢这几天陪同俊佑扫街拜票的亲朋好友们。选举最后倒数三天，请继续支持有经验、亲力亲为、踏实服务、不畏惧艰难、有力问政，让俊佑成为你们的议会新生代。请继续支持四号周俊佑。二十届花莲县议员第五选区候选人目前竞争相当激烈，周俊佑以青年魅力阿美动力再次的恳请大家继续支持他。记者林杰吉安乡采访报道。